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建筑物？你有没有试过在小洋楼里撒欢？你有没有见过意风区的两种面孔？白日里的小洋楼，夜晚里的热闹夜市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来到这儿，你就会惊叹，在不自觉的每一步中，历史的厚重感和新潮的清新惬意竟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意大利风格的建筑随处可见，让你感觉仿佛置身于马可波罗故乡的古老小镇。走进天津记忆，就是走进了近代百年看天津的历史中，经历了600余年的沧海桑田，它仍然保留着市井气息和历史韵味。每逢春夏秋三季，天津的意大利老租界变成了不夜城，这座城市的气质和印记就藏在小洋楼的旧时光里。夜晚的意风区变得神秘而洒脱，驻唱成为了夜市的点睛之处，喝着各国口味的啤酒，把身心融进小洋楼下驻唱的灵魂中，就像是置身于意大利的街头。白天和黑夜交替，现代和历史融合，情调和夜市碰撞，来到这儿，你才能感受繁忙过后的肆意和洒脱。夜市是关掉滤镜的真实人间，夜市是人们卸下包袱与城市的亲密接触。夜市是味蕾中蕴藏的情怀，抓住意风区的两种面孔，恭喜你解锁了一个探索天津的全新方式。